香蕉、啤酒、方便面。太弱了，弟弟们，太弱了。还行，一换一可以接受。我们上路推嘛，我们就打上路这把。就这，那一级你想咋的？一级。一级我还把他们都杀了，我还又成什么样的一级？你等我三级的。我给你都给你立上那小坟头，我跟你说那小山头。我马上就无敌，我告诉你。先回上家，啊，闪现断条，我抠你。哎，抠一下，抠，撞墙，抠，抠，这年头还有虚弱，把抠你的来，抠撞，马上就无敌，告诉你们啊。等会儿啊，先来个军团，一打二了，现在可以。嘿，扣吐息，短扣起飞，吐息，短扣错，吐息，短扣闪现。虚弱，刚才没有日炎，完了啊！嘿，我去，跟我打，跟我打啊！我说我无敌，你还别不信，我告诉你，先来个水银海，这没人干啥呢？起飞，短起飞，吐息，扣虚，哈，哎呀，能打死吗？那点小兵了呢？怎么？真面子，真是弟弟呀！我吐息，扣一下，短
后右啊，这再来个小反甲，但是不是那么很够右啊，这出点什么呢，来狂徒吧，怎么的呢，这是不给我面子啊，我一看呢给我起立，给我起立，你们两个开呀，完了给我暴击了，给我打死这潘森，可以，这潘森打人太疼了，潘森我们的小反甲不行，我们得需要一个蓝盾，给我杀的爆破鬼才，我上来给他个虚弱，短来吧，吐息，这奶妈加塞拉斯是无敌了是吧，嘿，我你俩跟我打，杨来杨过，抠一下不行啊，这奥恩不厉害，我知道蓝盾不是蓝盾呢，我知道魔抗，别着急了，空中虚弱，这你给我起立，真难杀呀，这玩意儿呢，炸弹人确实太难杀了啊，回家了，哎呦啊，咱们家下路没了呀，人家羊来算了，去上路，不跟这炸弹人玩了，哎呦，给你个头锤，去中路杀奶妈，快杨来顶起来，奶妈给个虚弱头锤，哪那么多人啊，啊好多人呢，关键是没队友你知道吗，不把这炸弹人杀了今天啊，
你给我起立，好样的齐亚娜，关键炸弹人跑得太快了，你知道吗？虚弱啊，头锤确实有点玩具哈，这奥恩确实不太行。哎呀，确实不是那么很幼啊，也可能我们缺维斯等级是有点低啊。这样吧，我们先带两波线，别跟对面干了啊，带两波线。皇家蓝盾配自然之力。杨来，哎，来吗？杨没了，杨没了，差个自然之力。一会儿把那小反甲卖了，不要了，那小反甲都有鬼叔，把小反甲给他换成那啥，给他换成狂徒，带两边线啊，等级稍微不是很够了。哎呀，打个魔抗，谁呀？这不是我是他玩具了吗？哎呦我小老弟，把他打呀，你别叫人，你妈的这么多人，哎呀三个人，一个人我跟你说那塞拉斯根本他就不行事儿。人确实是有点多了，快点守一波中啊兄弟们，日炎不厉害出折磨，老熔炉又燃起火了，飞喽，羊呢？哎呦我塞拉斯，我这给你厉害的赖妈，赖妈杀赖妈，吐息打大龙，打大龙啊，起飞吐息死了，这边大龙好像没打下来，有点不应该啊，这个大龙没打下来不太行，好像不应该打这条大龙的，这条大龙打的略微是有点带节奏了啊，不过他们也没打大龙啊，没关系，哎呦这寒冰，哎呦这寒冰，哎呦这哎呦 AD 寒冰啊，
居然不是穿甲喊别人。我可没死啊，这是我的错。我得来波羊了。这潘森打也好痛啊，潘森，你给我起立，先杀莱妈，起飞起飞，哎呀，这潘森，潘森没人能杀得了吗？潘森这波居然能没打赢，我不可以理解这个寒冰在做什么。日炎好像不行，咱得换一个。换个什么装备呢？换个可血战斧吧，要不？这为啥没助攻啊？凭啥？我都一屁股都坐着他了。羊来，羊走。再见。我先溜了，你个艾克跟我打好像是打不过吧？为什么叫人？可恶，怎么这么老些人呢？真难玩，跟你们，我换可血战斧一会儿，蓝盾出一个，蓝盾出一个，还是出个反甲？你们是蓝盾厉害点还是反甲厉害点呢？蓝盾是80护甲250生命，反甲是300，反甲吧，反甲好像厉害点。副战机玩个前排很正常啊，很正常。老熔炉又燃起火了，哎，那我升级了都，我再买可血战斧还能给我升了吗？一个人不好使，一个奶妈我都不理他。我给你奶给你敲了，奶妈现在都敢跟我放肆了。奶妈基地呢？靠，基地爆炸。奥恩果然是玩具啊，不太行啊，这英雄。